我迄个原则是安怎呢？我拢甲只师傅讲，你做万无要紧，做好梦解，梦解阿梦安尼解，解落到地方，他一看佫捌迄梦，你梦安尼抓抓做做好。啊我伫遮，你若是毋捌，佮问安尼，逐个拢甲用甲做好势啦。伊个天棚吊两三层，搭过来，搭过，啊，迄拢拖山。啊，伊个内底迄花啊，我着去用毛啊，来印迄花啊，起来粘。较早诶，学诶功夫拢无去啊啦，安怎讲拢无去啊？即道拢做古迹啦，无做现代。现代大厝，我较早拢学大厝，德隆啊安尼啊，啊即道无都无做迄啊。啊，我十六岁都，伊是即落学啥啊？学拆德隆啊，德隆啊厝。我啊去做啥？我才有定一条迄医疗吼，啊我爬起来咧抹呢。啊，较早的人吼，拢放盘，啊，拢看我这做，啊，都在咧笑，啊，家己有呢，歹势，我想讲好啊，歹势也是袂使一个，咱就爱做啊。这个功夫我拢想讲，这个功夫呐，我学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三十几岁，就开始做大事啊，大事了，厅一厅四房，啊，搁户型顺手啊，哦，迄规座。迄起大树，爱有一支长篙。即顶树若像讲吼，十二小来讲头尾安十二，要射起哩顶悬外悬，啊只门窗拢做伫迄支长篙啦。阮师傅拢无要教我长篙，我知影讲用得困啦，中昼用得困。我迄支长篙拿来，啊我就甲写甲画起来，自己甲画一旁安尼，拢甲画画起。这拢落到无半个啦。这拢落了，啊，我搁做。这我阮这座山刷掉才水啊！因咧后生那来，我就甲问啊，哦，迄故事足侪，因安怎呢？这个黄教买娶这个林教会两个查某囝，因老爸甲讲，你无够格，你也要输啊！那我这输才好，后迄落戏台后哪会？啊伊讲你无够格，哦啊伊外个少呢，当好，对去遐撇啊！我较早做个大树迄哦，拢徛起来才起楼啊！阮真下人，差不多一百顶楼，差不多起九十九顶啊！我拢用我的目睭，甲用我迄落安尼看。啊，咱即做即个即古迹吼，爱照，当较早人做，就爱共做起来。这二本书一顶，就讲台南一顶，啊，甲台北一顶，啊，高雄一顶，做起来拢无相像，迄线条拢无相像。你话看我迄线条一块一块啊，偌济。较早是无木质条，那阮做的是无木质条，拢用笔啊来编的。哦，啊日本人是拢用木质条先做。对我来讲，这日本书哦，都上歹做的，这个铁路布，伊拢钉迄个木质条，倒掉的遐东啊，啊伊个天棚哦，钉安尼来，个钉安尼落来，啊遮拢拖线，啊业主啊甲遐，啊甲因遐做木的，甲因遐说，诶两边，你敢转折会倒？我甲讲两边啊，若转折会倒，唔敢来咧，啊是啊家己得烦恼。我一下昏哦，困无半点钟咧，迄唔知要安怎做。啊，煞咧！要搁去做好，甘物旧的无落起来，迄烧伤，唔免伤悲。
啊，做到尾啊，做到到尾啊，大家嘛拢做，大家嘛拢都对我做好呢。迄检验的讲怎呢？哦，你是我从到当的检验检遮久，毋捌遇到你像即个干部安尼。我讲莫安尼开玩笑啊，有多底下。看到这道这古迹哦，较侪，后边啊壁后木质条后窗啊，啊，着搁抹土浆，着搁有无无安，较侪啦。啊，这个讲新闻实在有影，我一下做这个，迄个八十七岁哦，农历八十七岁有哪做足久安尼。迄抹刀用用偌济呢？拢安尼用到安尼，尾啊尖尖。日本人抹迄嘛拢去了了。我嘛是讲讲，你做行过，某的做工的都懵，做甲慢慢紧，做好好起来，就像恁阿公做安尼，做好好起来，人大家都啊，你若唔捌，我搁伫咧，你来问我倒啊。问啊，哦，啊来问，啊你问，我就甲你讲，啊你你都了了做好，做看会笑起来，要安尼啊。